嗨，大家，不知道我在哪里吧？对，今天我告诉大家是在台湾最好的伴手礼是什么？耶、yeah ！大家也是在想吧，什么伴手礼是最好呢？台湾的很棒的伴手礼是什么？凤梨酥、油炸饼、太阳饼什么的，这个也是很棒，但是不告诉你。今天告诉大家，台湾最好的伴手礼是什么？应该是你台湾的大家，你在是怀疑当中，对不对？但是看完了之后，这样的话，最好一定是超有说服力的一个影片，大家看一下。哎，我到了台南啦，那我们去找一下台湾最好的伴手礼哦。嗨，大家，我们来到了芒果园。大家知道芒果是怎么种吗？我告诉大家是这样子。叮叮，这样，这个一包一包的就是芒果。大家请问一下，为什么放袋子？防止那个果实蝇叮咬，还有一些虫，还有下雨。如果雨水多的话，你没有套上的碳基变成一点一点红点。拉一下就好。没啊，因为这个太直啊。你看。这个它已经熟了吧？这个给你，谢谢。好像买了面包一样的。大概是种芒果种多久？差不多十几年。十几年。好大哦。你考虑要采收，你要看它的色泽啊。这个后熟度比较不够。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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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红。对啊。你像这样就是好的啦，可以采收了啦。所以你们是看颜色。颜色对啊，有没有？远远看过去就一颗的啊。那个嘛。对。啊，就这边就是安尼啊。你看啊，这条叫海梅啊。哦。系啊，这个阿伯啊，系啊。你看，这是海梅啊。海梅。好玩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哥的话。只可以听得懂28而已。很多芒果，芒果。我 ，Hello。大概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水果是芒果，爱芒果。真的吗？不会腻吗？不会，太好吃了。老婆跟芒果，老婆跟怎样？喜欢哪一个？喜欢哪一个？芒果，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吗？如果是那种市场上面挑芒果的时候，什么样的挑比较好？要有红色啊，新鲜啊，这样绝对好吃的。然后你像这个你现在吃它已经会酸。所以绿色的不行。不是不是，它还会再后手，它要再冷了两天。请问一下喽，像这样兔子一样的，那个很少，可以卖的。那个本来都剪掉。扁掉，小颗的时候都剪掉了，这个没有剪到的了。还有留那一颗给你的。有趣呢，这个。兔子。因为每天大概是吃芒果，对啊，对不对？吃芒果很好啊。那有没有？可以养颜美容。真的吗？所以你这么美。对啊。身体又好了，帮助消化了。要多吃芒果了，身体才会好了。有没有特别的吃法？特别吃法。芒果冰啊，芒果冰沙，芒果牛奶，还有那个果干。嗨，大家，芒果很厉害，对不对？来台南吃芒果吧，不要，在台北也买得到。大家不吃，我要吃。好香哦，这里超香的，这里芒果味。你也黏吗？
手会粘。你看，你弄会粘吗？你那个包起来，哦，包起来，这样就不会粘到你的那个哦。包包，谢谢。包包啊，对不对？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是不是？怎么这么体贴？哎呀，大哥，大哥，谢谢你。好，来，我不要讲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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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讲啊！好了，好了，好了，拜拜了，拜拜了，拜拜，拜拜 ，OK 了。来到了台湾的很大的前巡场，哎，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哎，这个温度确实是变很高温的。首先，蒸日，蒸日之后那些太重啊什么的，全部都杀掉。杀了之后，我来到这边，来看一看很漂亮的芒果，但是呢，这个全部开过去嘛，不是。来到这边之后，一个一个看。好的，对不对？这边是不好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一些黑点啊，要看一下这一些。开一开，用眼睛看，用眼睛看，用眼睛看了之后，再过去这边，然后一个一个的包好，一个一个的这样包好。包好了之后，嚯，还这样子一个一个放进去。这个是一箱放几颗？有十二颗。あります。这，哎，一点。好了，十二颗，全部都是去日本的，对不对？对。没有了。十个的，所以比较大的。对。然后放进去软面，保护好之后，然后就要放进去这个里面，放进去这个里面。メガネパパだ台湾マンゴー要送过去日本到了这边就可以这样子拍起来所以呢一个一个非常严谨的看然后变成这样すごいね刚刚我摸的那个芒果全部都是很冰的是维持很冰的状况然后直接这个放进去那个很大的冰箱里面，很大的冰箱进去之后，很大的壳子直接放进去，然后飞去台湾的芒果送到世界各地去。我刚刚好像听到说日本那边的宫崎的芒果是完全一样品质、一样的东西，但是十二倍的价钱。如果你的朋友还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告诉他，马上告诉他，因为太浪费钱了。日本人是呢，吃芒果的时候一盖一盖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吃什么？不不不，这个盖放放抓放抓。我之前以为台湾的芒果是没办法带过去日本，真的没办法带过去是真的。但是就这边订的话，就两三天就寄过去。所以就寄到饭店，然后饭店拿了之后分享给日本的朋友就好了，是不是自己办的伴手礼？好的。这是烘烤室，烘烤室就是把我们的新鲜的水果在这个机器上直接做烘干。偏差很多，真的耶！这个是在机展里面有卖的，用很高规格的方式制造的。
我今天的计划是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家人吃。すっごい香りだなこれ。ケーキ。